搬在那个西城观音寺儿。啊，西城观音寺儿，就那我那段履历就是，我跟那溥仪，我溥仪皇帝，我们俩挨着。哦。他小时候，我当他面儿逮蛐蛐，他给我那个叉子，我到现在有几把溥仪给我那叉子跟那个。那什么还留着呢。今天在天台公园聊天呢，遇见了这位北京老哥。老大哥身世不简单，于是与马哥聊起了城市变迁与身边的一些事儿。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精彩的对话，千万不要错过。那留着呢，让我就留了一把了。那时候他说你因为翻他们院墙，那是总理给他那个院儿。对，他从政协出来。对。就是关键事儿，现在是西城那个什么那个清洁操场，我就在他边上住。哦，小时候他一说了，就说小皇帝，那时候老说他。哦，那你们一块玩过？我不但跟他玩过，他文哥挨打的时候还跑我跟藏，让我妈还藏到我们家去了。是吗？那可不是吗？他文哥他胡一鸣揍他来的。哦，所以跟他有那么一段，就因为我是几岁啊，在核废厂这儿。嗯。我在这儿出生，63年吧，搬的。哦，63年搬过去了。搬过去了。他一直住到66年就挨打，后来他得癌症了。对，死了。就死了吗？我就跟他混了2-3年，就老那时候老在他们院里边逮蛐蛐。2-3年也可以了。啊，跟皇帝待过2-3年。好家伙！啊，那个。啊。那时候也没大不知道他啥皇帝。那时候您几岁？我55年出生的。我不是刚才跟他说嘛，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7-8岁嘛，7-8岁啊，7-8岁过去7-8岁，那您3年搬过去，那什么都知道了，大概知道。所以对，所以那时候，所以那时候还把溥仪请到我们学校做报告，怎么感受党的温暖，重新做人。啊，他还真是，我们老师一听，我还给他请到我们学校去。哦，这个他那时候在政协工作，对，离这也近嘛那边，所以这他现在这个遗址那天我去了，改成他们清洁，对，清洁厂，那房子都没了，房子给毁了，全毁了，全给毁了，那应该留着。他原来那是一大门，他跟那叫他那媳妇叫李什么琴，嗯、每天从那儿出来，我们老是翻着他旁边的院墙，他院墙有电网啊，所以他我们后来翻院墙的时候，他就不让那个看门的通电了。哦，翻院墙，从那树上下来，吃上他。他们家蛐蛐多。他们家几间房？哟，那院儿都是他的。好几间呢吧？不，那个院儿都是他的。挺大的院儿。5间吧，北房。哦，挺大的呢。底下里头还有点松树，尤其是几棵松树。哦。所以我就是从这儿搬到西城，又从西城后来66年就搬到东城。哦。住的我们住大四合院里。哦，就搬东城就是大四合院，那院可厉害，那现在可厉害，那我们都是广亮大门，有门口有这个上马石，我们院里有假山长廊，因为你东四吧，过去住东四西四的都有，我们那是国管局宿舍，哦，就是您父母那会儿是吧？啊，对，国管局宿舍，原来就是吴佩孚的院子，吴佩孚最早就是格格的孚，哦，我们院那时候有圆门、假山、长廊，都有。现在还不在那儿了吧？您现在那儿还有我的房子，还有您房子啊？还有我的房子，拆了一半，挺可惜的。我们院可以说是那个院是全北京最高的大尾房，拆的时候就平安大街展宽啊，给拆了，那真是不该拆。拆的时候我们那北房，就北房3间嘛，正经的那个正脊的那窗子都大金锭那么差，我眼瞧着大金锭那个，太可惜了。那房，嗯，纯文没有什么好房子，对，好房都在东西城，肯定的，嗯，就是外城那会儿，南城，对对，好房都在东西城，严格来说就是都是官宦人家，没错，啊，东西城，您这退休了，对，早退了哈，但是我老看你们节目，尤其是马哥的，他说话比较直啊，对，但是说话太直了，可能你的平台就上不了了啊，是，所以就他说话比较到位啊。你像那个您老播那个魏哥，有时候比较圆滑说话，哎，他说话比较直。魏哥还是圆滑的，当然是魏哥圆滑的。魏哥有灵魂。这个魂有时候就丢了。你像马哥说这个，就是你们这公园说前日子说派保安给盯着这个，为什么他老说这个扔这个圈儿？哎，我这扔圈为什么还盯着我？都觉得纳闷儿。所以我今天就来想看看这扔圈，我再看看这保安为什么要这么盯着。哦，对，啊，
其实这不应该，不应该，确实不应该啊！锻炼身体还盯着还行，对对，因为这招人了，对，人多呀。他说这他给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这影响交通了，他们也不过车，哪门跟交通就是靠得上啊？公园就是赶上有事儿，就是人多，嗯，哎，绕着走，是热闹嘛。这公园严格来说是过去像说咱毛里说的人民的公园啊，人民公园，人民公园严格来说。你没必要什么严加这管着那管着，你甚至人家就扎个堆子说个话你都管，那就没这就没错了，别说这个话长了，话长了。所以公园现在公园洗刷的够干净了，对对对对，你看这些拉胡子唱戏的都没了啊，玩牌的，嗯，跳舞的、唱歌的都没了，都没了，都不让。也有一星半点都跑到密林深处了，往密林深处去了。我想你这词儿指的是看不见，确实看不见。你看有的在树林里头，小范围的跳跳舞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拉胡去找一个不碍事儿的地儿，基本上大部分拉胡去的都跑到龙南湖了。啊，对对对，龙南湖，真的是龙南湖，我有时候去。因为我也有几个朋友，他是也是唱戏的，爱唱戏，爱哼的啊，龙南湖。假票友，爱唱喜欢这个啊，都上龙南湖了。可以，天坛几乎现在没有了啊。那时候天坛这长廊了好几摊儿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也感觉这回很清静了。我有几这个半年没来，清静了有年头了，有年头，有年头了，有几年了。哦，这么长啊？有是。天坛公园不是一般的公园，对，天坛公园它是一个古建公园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们祭天的地儿，祭天的地方，一天到晚你在这又唱又吼的，嗯，可能是觉着不美观，你老是给他戴上公园的这个帽子了。但是这个公园呢，有点特殊，特殊是吧？祭天嘛，应该是安静的意思，不是安静，可是你说这个安静了就不叫公园了，要不叫公园，所以这东西人家呀不让你唱。哎，这个马哥，我问你，这个。荷包厂怎么都没了？怎么那荷包厂转了好几圈都找不着，拆了。那整个都改成那种富贵的小区了，都拆了吗。那时候荷包厂我怎么不知道？荷包厂那时候我有一个叫二爷爷，还住在这荷包厂那个一个大院里呢。那时候就从这个水稻的电影院边上有这个有一五老胡同，水稻电影院五老胡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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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它东边一口，西边西边一口，水稻电影院嘛，尤其是西边那口还有一个大公厕所啊，公厕所是吧？那个水稻电影院斜对过又一说，那儿又一油门，那儿也是油粮卖油的嘛，卖那部门的。这一说水稻的这个，现在整个这一大片呀，从连桥湾还整个都让两广路都给铺盖上了啊！而且你说那荷包厂那边，整个就是新世界那后边这儿，全给全是楼了，全是楼了，唯独就是新世界，就那边那谁李连英那老宅子，对，那大院子留着呢，留着，那不那没敢拆啊，那不敢拆，是不是啊？你要说现在那属于同仁堂的啊，现在就是咱们过去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，这拆迁可真厉害啊，什么他妈门啊墙啊全拆，不破不立，破自旧立自新啊，连城墙都拆啊，好多东西。拆那门我亲自，我们那时候中学生参与了，每天拉一块砖拉到学校盖防空洞。哦，拿个草绳拉一块城砖，从安定门一直拉到美术馆后街。嘿，所以说现在这个拆迁，那时候火候太大了，就九门八庙全他妈拆。对，拆完了有的是恢复了，有的不恢复。现在要闹一什么？现在这城市开迁，又有点缩手缩脚了。对对对，哪儿都管动了。这房子多少岁了？100年，不能拆啊，又修不敢弄啊。一说那个多少年了？这一破房也上百次了，也不拆啊！现在弄这个城市，你发现没？跟牛皮癣似的，这一块那一块，这一块那一块，什么都不成片了。你要过去那求些年，这个一拆迁，一片全拆，对，什么尿什么的，全拆。咱再说笑话呢，那个水立方啊，那时候那个是不是那庙也要拆？对，要不是因为闹鬼啊，那庙就留不下了。这不就是要拆的时候，刚把这门说要动吧？对，说这不就起了他妈那什么邪风了吗？这水立方后来。就把那庙，那叫什么庙咱不知道，杨林庙啊，后来不就把那庙留下了吗？啊、留下以后，这水立方说就往北挪了一百多米嘛。对，所以什么现在你没法说，哎，你现
一讲就是城市开始保护了啊，说那儿不能动，那儿不能动，你八糟，哪儿也不成规模。咱再说咱们前门大街这个又聊上那中轴线了啊，你说那啊是就叫中轴线，我在我印象中轴线就是宽照赫亮啊，你看现在那个成了密小树林了，两条小道。哎，把明面啊，那房子给砌吧砌吧啊！对，你要往里一走啊，嗯，好，那里头还那样，露馅了，就露馅了。我跟您说，现在尤其是就这贴皮子啊、其实真应该说说，嗯，咱们可能这代当然我们这代人看不到现在城里的贴皮子。我提了好几次意见，包括政协会，我给提过、哦，也给他们政协委员提过啊、哦。你看真正的老建筑，您自己看这个，这都是水墨缝的。对，都是砖嘛，应该是老砖，现在是贴皮儿，贴皮儿，他画的。您说这儿，咱这么说啊，平多了，有个二三十年，这轱辘全得掉。是，这一掉就全完。嗯，没法看，没法看，里头是核桃砖，破砖。对，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嗯，你好多人反对这个，您也反对这个，嗯、也看不惯这个。永久不了，用不了多少年，他就有的要是贴的好的呀，嗯，能坚持个二三十年。这老哥说，对，有的那么好，十年八年就到了。现在有的已经开始没有，他有的就开始掉，三年五年就完蛋。但是这东西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没名字好听，新工艺，嘿，这叫新工艺啊，又省事儿又省钱，当时弄上又好看啊。他不管以后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把你给。真正的你要是，其实他要真要是修复这古建筑啊，他也有古建段，他有的匠人有这个东西，胡同里的贴皮子呀、啊，嗯，就是对付，又快，是不是？当时又好看，驴粪蛋啊，对，就是驴粪蛋，现在外边光，真是。他就真要说这个弄古建呢，修复叫什么？他玩这活儿，花不起这钱，花不起。你也不说咱们天坛长廊啊，这个修复，他绝对不能这贴皮子。这修了一年多、啊，修了一年多，你看这就是真的，嗯，这肯定是保持年头长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什么地儿啊，他用什么工艺，嗯，说这要改造这座庙啊，你得有投资，你准备花多少钱？对，你要不然就老做法，要不然你就别做。对，这个严格来说，这个官出那叫磨砖对缝。磨砖对缝啊，对，磨砖对缝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过去这个工艺那很难很难了，一个瓦匠一天弄不了十块八块。对，严格来说，头丝都插不进去，磨完了以后。而且他那磨砖对缝说，过去是浆，磨砖对缝，说句白话，就跟那猪皮膘粘的似的啊。是不是啊？现在就说跟半藤椒似的，它是没多的缝儿啊，粘上了，就粘上了。你现在就是沙子活儿，它都这么高的泥儿，一弄一弄的。就这个贴皮子，弄这个小包砖这个，这太缺了，太缺了。你看有的那个修完那个楼，这后旁边那个房山似的，你赶上年头长了，一下雨什么的，一片一片的掉，哗就倒了，还砸人呢，有还砸人的呢，全都那个掉了啊，就脱落了，脱落。但是给人外地人，给人外国人一进北京一看，这胡同外头，哎呦呵，真好，好像是磨砖对缝的，人家不懂这个，实际上。可是现在尤其这个要是这高层建筑，嗯，但是现在这工艺一定肯定好了，嗯，要是真要说咱们说的这种。就这种往上贴的东西，那真得贴结实了。要是边上哪掉一块来，你就是也有掉的，有掉的，所以就是你就赶上倒霉吧，你就中大奖了，真是知道吗？啊，中大奖了，还真是行。所以城市建筑啊，那个啊，你这楼差不多了吧？啊，行，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好嘞，一会儿见，好嘞，谢谢老哥啊，啊，谢谢啊。这个套圈呢，每天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今天见着皇上了。那在哪儿？不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那在哪儿啊？这儿，就这儿。走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就在这地儿啊？啊，就这一块地儿。啊，就这儿套啊？就是套。走了。哪天我来看看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再见。最近有许多人找马哥一起聊天，我觉得在一起聊天非常的精彩和有意思，这样能把更多的过往和故事讲给别人听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对此您有什么感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